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3年的4月24号，为食猫 NN 和朋友去吃这个10元只新鲜带子和 Fusion 下午茶。请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和记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由油麻地港铁站 B 出口上了扶手电梯，再由 B1 出口上了楼梯，见到布兰街转左。就是今天要去的餐厅阿爷八仙窝，门口呢有个烧味的玻璃柜，还有午餐、下午茶餐和晚餐的餐牌。餐厅小小间，但都挺干猛整洁。下午茶餐我们叫做干炒牛河，由于受聘了三文鱼沙律，我们选了烧腩仔汤米，加了两杯餐饮。这个10元只蒜蓉豆豉蒸带子呢，卖相都挺漂亮的，蒸出嚟咧都几香，同埋几够热嘅，肉质咧都好新鲜嘅，味道咧都唔错，但系咧就略嫌咧蒸过火咗少少。肉质都几鲜甜，调味都啱啱好，绝对对得住个价钱，系一个唔错嘅选择。至于呢个38元嘅红烧花胶海王翅咧，味道都唔错，都煮得够热嘅。有一个细细嚿的花胶，有啲细细粒的带子，同埋素翅，味道都唔错，都几好食。虽然唔系新鲜的海鲜，但系咧都唔错嘅。呢、这个干炒牛河咧炒得都好够镬气嘅，牛肉咧都大大件，都有几多件嘅，味道都唔错，好软腍同埋滑。河粉咧都炒得好好食，唔系太多油，又唔系太咸，都相当之好味，好食。最后个茶餐咧就试埋呢个烧腩仔汤米粉嘅烧腩仔咧，啲皮咧都烧得相当之松脆，肉咧就系五层琉璃嘅，一间肥一间瘦，相当之淋密，好食。米粉咧落得相当之爽嘅。汤咧就够热，同埋有调味，食落去咧都相当之好食嘅。下午茶餐咧有多款嘅选择嘅，以38元一 set 嚟讲咧，质素算系唔错。以下系个 menu 供大家作为参考嘅，两个人就食咗141元。今日分享系咁多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